昨天练那肩膀子，今天我们要练手臂了，练手臂。今天咱们做一个二头三头的超级组，先练二头。第一个动作用的这个动力架，因为是先练二头，所以先找一个支杆挂在这儿，把这个动力架调到最底下，然后才能正确的拿完。这样去做，注意力气加放，与顶峰动作同时要做。这样练完这个动作，直接用你绳索做绳索之下拉，三头下拉。中间不间歇，然后，哎，有节奏，没顶峰动作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动作，接下来是第二个动作，就是杠铃弯举和这个杠铃窄举卧推。首先找一个杠铃杆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可以拿那个那种杠铃杆挂片子。然后大臂夹紧，不要晃，不要晃，是。抬起来，收缩你的二头。好，注意力气。做完这个动作，赶紧做这个杠铃卧推。好，再举卧推，卧举比肩宽的位置。接下来到最后，注意力气下滑，力气注意力气，节奏。第三个动作如何？找一个曲杆的杠铃和一个直杆的杠铃，选择合适的重量。咱们做一个二头控身的弯举和这个仰卧必须伸的超级组。首先做二头的控身的弯举，调到凳子调到合适的位置，然后手充分挤压你的二头，然后一起慢放。好，有节奏。然后紧跟着做一个三头的仰卧平身，躺下，调整好姿势，你的肩往前伸，然后下放，一起下放，收缩，好，紧跟着，就是，做到最后不停的时候，退一下，再弥补一下。第四个动作组合也是最后一个，咱们找一口合适重量的哑铃，然后做一个二头板举和俯身必须伸的一个超级组。抓一副哑铃，然后站合，开始做板举，大臂夹紧不动，哎，往上收缩，挤压你的二头，你可以夹到外旋，这样挤压更充分，然后力心下放，注意节奏。好，上一支呼气，下一支吸气，然后紧跟着做一个俯身必须伸，啊，俯身，腰部不要有压力，然后好，收缩，收缩你的三头，收缩，然后你也可以这样做，收缩，收缩，好，这是一套动作组合。今天的手臂训练，我采用了一种超级组的训练方法，这种方法。一是节约时间，平时我练手臂有可能得用一个半小时当机，它我只用了一个小时，因为它的组间间歇比较短。第二，它对工作肌肉群的充血效果是非常好的，所以可以看出来今天的泵感非常强。但它有一个也不算缺点吧，就是对咱们的心肺要求是比较高的。因为它的组间间歇比较短，心肺的恢复能力恢复的时间也比较短，所以说它对咱们心肺的锻炼也是非常有帮助的，但是啊，不建议说大家经常用那种超级组的方法去训练肌肉，偶尔给肌肉开个荤，这样更有利于肌肉的生长。大家的道理是这样的，好，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